情丢丢哪不错，谁人放得开，谁人看得破，一心受尽情变卦，一世魂飘无留名，谁人做的到无分无怨的运命。怨一声，世事千万段，情字最难写，叹一声，心事百心疼，什么是输赢？一层过一层，一山过一山，回头一个看，回头真足疼。一阵风中冷冷的笑声。你都放我放囝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我嘛愿意让小文姐也回来。你敢给我机会？你做这款的决定，你为着伊，你嘛是在伤害我。妈，爸爸不是这個意思啦，你先别这样激动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嘛难讲，我以后都无机会讲啊。你爸爸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伊若踏出这个门，伊都袂搁再回头，伊都袂搁再关心人。你若要失去爸爸，我嘛要失去我的安生。桂莲，这两年来，我拢是住伫你的身边。过春的日子有偌久，我家己嘛无把握。过去呢，我欠小可来真多。我即马来补偿你，敢有啥物问题？你伸手无心肝，倒一个查某人，愿意甲人讲过一个。倒一个查甫人，无希望有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因为爱伊，我甘愿予人伫我的背后起起突突，讲我是破坏人家庭的生意，为了你，我啥物代志都忍耐。我唔敢讲，我对这个家有啥物功劳？不过，哎呦，对你，我是真心真意。你甲大女接转来，赶快当补偿伊，咱赶快当恢复过去的生活。你做这番的决定，妈妈一定无法度承受的。
想要过去看你的时阵，你都已经出国啊。大娘，你免烦恼我，我无代志。我听电话讲哦，恁个搬倒来遮住，我着赶紧过来看大娘。下当看到你哦，我嘛足欢喜的。我嘛是啊。大娘，想袂到因为我的代志，予咱的家庭起遮尔大的风波。你敢会愿意？ 莫阁甲阮妈妈计较啊！我回来好无？嘛请你劝大娘，回来下房。大娘哦，袂当替伊做主啦。啊，恁阿兄有家己的想法。搁再讲，我甲文公搬出来，嘛是为着一家人莫阁起冲突。我知影大娘会安尼做，一定拢是因为阮妈妈的关系。我代替阮妈妈甲大娘回信的。 囡仔，你唔免甲大娘回信的啦。既然大娘都有这个决心啊，都袂甲你妈妈搁结婚啊。我看到大兄伫外口做推销车的业务，唔是真顺心，我心肝内真艰苦。较早大兄伫海邦的时阵，不管搁安那无闲，伊嘛是真有精神。啊，不过。 伊即马选择一个完全是阮的工课，我知伊做了真勉强，做了真无欢喜，而且我去找伊的时阵，佫看到伊予经理骂呢。所以讲，你肯大兄倒来海邦，除了会用做了较顺心顺手以外，其实海邦真正就需要像大兄这种经营人才。
阿伯，当初你好。你好。我家有去恁家找你，啊，不过你无伫个。好，以后免走去那边找我啦。我今日来这目的哦，就是要甲你讲，我知影文公伫个什么所在。你找着文公啊？系啊。而且佮早起倒伫倒。我早暝哦，伫遐住遮。哦，难呢，你恁是甲阿姆好好啊，恭喜恁一家团圆哦。好好是遐袂遐紧啦。 也唔过，我有信心嘛。啊，顶一边，你甲阿公文公伫咧倒位，即摆无法，甲你讲文公即摆住伫咧啥物所在。其实我甲文公一直拢有利用电话联络，只不过我毋知伊住伫倒尔。啊，既然甲安尼上解好啊，我即摆带你来找伊啊。嘉信。嘿。免啦，我想文公无想要互我知影伊住伫倒，一定有伊个想法。 如果伊若是想要互我知影，就找我去啊啦。好，好了，我紧啦。假使讲你若想要知影，问讲住伫啥物所在，你才甲我讲，我才甲伊通报一声。好，多谢。阿伯，我送你。免啦，你做你无用啦，哎，谢谢你。阿叔，你有时间。再见啊。 袂歹嘛，你未来的大官做你的啦啦队，那呢你的感情哦，一定会当顺顺利利。做想要摕一支针吼，甲你的嘴舔开。嗯，挺好的人就袂用个将心比心哦。你食米粉，我连你的边啊话少拢袂用的哦。哎，你就个人玩的呢。哦，不要紧啊，啊我个人玩，啊你若这人听，我就足欢喜的啊。 陈姐啊，啊你今仔毋是休困，啊搁伫遐咧工作，你毋着约文章出去行行咧。人伊即晚是总经理呢，工课足多，我无想要耽误伊啦。好来食饭啊啦！哦。哎，是恁爸爸倒来啊？ 是你哦，阿姐很强，来坐坐。阿母，请你不得。姐姐啊，我有代志要跟你妈妈讲，是不是让你请你？哦，好啦，无，我出来买一寡食料，你慢慢来讲。 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来看你面色，你若歹看。食到这么侪岁，心肝头有代志，煞找无人通讲。少年的时阵，伫陪阿雄拼输呀，嘛无机会交什么朋友，今嘛。 想要找一个人讲心内话，才知影家己无半个知己。你还阁会当将我当作是敢那姊妹仔伴，把你的心内事讲我听，我当然足欢喜的啦。无叫，我的过去，你甲我斗相共相济，安怎？ 予王家接受我这个小姨人嘛，你上清楚，一路你都是我的军师，不过今嘛，今嘛拢变作泡影，阿勇关心要离开我。 去甲小凡姐生活，那呢，我这老都无老婆。那会安尼啦？啊，你
甲阿雄的感情毋是拢足好，哪会发生这代志啊？我甲阿雄是囡仔伴，阮实在五十年啊，伊竟然完全无留恋，要离开我，要伊甲小文姐也斗阵生活。小芬啊，不是拢足温润，啊足娘儿的，要来跟你小姐阿勇啊？不是小芬姐跟我求婚，是阿勇嫌我自私到计较，我自私嘛是为着保护我家己啊。人拢嘛是会自私，迄就是人性啊。啊是讲，敢有其他的因素？那有。嘛是为着文公，因为文公，我常常甲小芬姐也无欢喜，我甲阿雄拢讲袂通，想袂到伊一天要搬去甲小芬姐来住，伊讲伊袂阁回来啊。厝拢无做伙啊！即马咱的家庭生活方式拢无共款，我嘛唔知吼，明仔我甲你斗三工啦。啊，若讲要让阿勇倒转来，就必须爱有一个人替你讲话啦。这个人伫阿勇的心目中吼，必须爱有相当的分量啦。我是大，都无伫个啊，谁人有这个分量？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阮寸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甜。这位小姐，请参考一下阮的优良毒物。阮的优良毒物被得过新闻局的最佳优良毒物奖。文公，啊，你不是在上班，哪有时间过来？哦，我甲同事吼在头前公园遐摆展是单位啦。啊，本店经过这附近，我就来甲你看卖。你咧公园口摆展是单位，那安尼足好个啊！等下我带一挂小朋友去甲你捧场。对，我幼儿园的小朋友虽然无消费能力。会当替伊宣传哦。这是安怎讲？你想看卖，你买是儿童读物，虽然开钱是大人，啊，不过真正消费者是小朋友啊。所以，你啊推销的对象应该是小朋友，不是大人，敢不是？啊对哦，我哪无想到。所以啊，等下阮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若是去你的单位参观，一定当吸引其他小朋友来看册。到时你得甲小朋友推销，啊，伊若有喜欢，伊得等于叫伊爸爸妈妈来买册啊。我想安尼效果，一直比你直接向家长推销，搁好几十倍。嗯，有理呢。啊，无欢迎，连明后才麻烦恁带迄种有闲的小朋友过去考旁边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我即马先去看小朋友功课写完了没？啊，等下再去找你旁边，好不好？多谢你啊，多谢。伊人家这热心的。好时间哦，我应该好好甲说多谢你。你对阮幼儿园嘛做热心的，阮回归你嘛是应该啊。莫安尼讲。不论，我哪毋捌看过你穿过洋装吼？有闲啊，我叫阮妈做两双洋装给你。阿妈要彩虹哦？不是啦，阮妈有讲吼，伊即卖安尼营营啦，啊所以啊，就咧替人哦修改衫裤，甲做洋装。我看了，我出去来看看，哈。你唔惊，我去甲阿伯讲。坐啦。嗯，多谢你。以前是唔敢甲你讲哦，是安，是惊讲
你会去甲阮爸讲哦，阮住伫倒位啊。啊，不过即摆阮爸已经找到阮啊，所以无需要讲话。其实今日下早时阵，阿伯有来找阮哦，伊甲我讲，伊要甲我讲恁住伫倒。你已经知影阮住伫倒啊？我伫想，你无想要互我知你住伫倒，一定有你的原因，所以。等到你愿意带我去的时阵，我才去啊。你敢毋才听话？当然啦、啊，你遐尼歹，我惊惹你生气。我歹？我对你算温和，遐别人哦，我吊起拍哦。好啊，你敢？你怕啊？你怕、啊？要掠准我唔敢。你过来。你怕、啊？你怕。阿伯甲阿母，阿伯即摆知恁在下头，伊一定甲阿母好好啊吼。对哦，其实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啦。阿阮妈吼是硬是要叫阮爸走啦，阿阮爸是安尼好马不离鞍，讲唔走就唔走啦。啊，我看阮妈吼嘛毋是讲真心要赶伊走，阿阮爸就安尼死皮赖脸，就安尼倒来。奶奶，你嘞？你的态度是啥物？我，讲实话哦，我嘛唔知影讲我应该有啥物态度啦。一方面，我是最希望讲阮爸甲阮妈两个当和好，那呢，阮爸对我都继续甲阮带落来。啊，不过我搁惊讲文忠甲文林，因会受到打击。这确实予人左右为难啊。啊，若无呢？今日等你下班，我跟你回去看阿母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啊，阿母下班了，我来接你。手创啊，三副都三副，肯做好。安尼啦，嘿，我跟你讲，我拄只吼，将话甲桂林讲啊清清楚楚。我甲讲吼，我无要当移民。从今以后，我要甲你生活，叫伊莫来找我，也莫干涉咱的生活。啊，你要回门回去哦，那是你的自由，你无需要甲我解释。啊，你若是因为我甲桂林分开，这个罪过我嘛承担袂起。啊，这是我家己选择。卡叔讲，这若是一种的罪过，我家己愿意承担，绝对袂拖累着你。妈，哎，妈，我又来看你啦。啊，阿伯，阿母，哇，你来去吃拄好，阮拄好咧吃饭，斗阵来吃。哎，你哪会好意思啊？哪会歹意思啦？你先试恁阿母料理的口味，哎哦，啊你早饭哦，拢是阮兜的新妇啊咧。你的料理哦，闹下恁大家意。都会吓大家伊啊！俺唔食这样听。来来来，走走。哎，阿姐，我伫检查户啦。来去，恁坐，我来去。好。好啦，辛苦辛苦你啊。哎，好不好？咱哪吃讲，先吃菜嘛。阿伯，歹势啦，我食饭之前，我爱先祈祷。好祈祷。哎，文哥。不用讲爱祈祷啦，咱这里先祈祷，等再吃。哦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会当教我上敬重的长辈，甲上好的朋友，做伙享受这么丰盛的食物。嘛，请你保庇，会当给阿伯、阿母，因一家人每一天拢和乐平安的过日子，欢欢喜喜团聚做伙用餐。阿门。来，会使开始食饭。嗯，好。会使啊。来来来。阿是讲哦，恁迄个狗嘛真高礼数咧，啊，要食饭之前都要甲恁耶稣先报告。你拄食迄个祈祷内容哦，未歹。一个人。
小妹问我话，阿爸即马当咧红花头，对你讲的话哦，难免会较过分。过两天哦，等爸的情绪平静落来，我相信哦，一定会主动来甲你回信的。你爸爸这个人哦，讲出来都算话，伊要甲恁断流去，伊无要治我。较早吼，我著甲二兄一直劝你，叫你莫排斥大兄，你著是唔听。啊，即马你要怪啥？我嘛是为着要维护你甲文俊的关系啊。你爸爸是安怎唔去体谅我这做老母的心情？你怨爸无体谅你，啊，你若白怨你家己无体谅爸。爸有两个某，这已经是维持二十多年的事实啦。你应该知影，爸也是无可能放弃你甲大娘的任何一个。你嘛应该知影，一旦大房甲二房发生冲突，爸也伫咧中哦，一定是做石瓦心。也毋过吼，偏偏啊你啊，要阁逼爸做选择，安尼你是毋是同款无体谅爸的处境？你若是想要挽回爸吼，即马唯一的办法。就是你家己哦，爱先接受大兄，安尼大娘才会转来归家啊。大娘来转来，爸就会回头啊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就算我即马知影，有啥物路用？你爸甲你大娘，即马毋知影搬去倒位啊。就算我想要挽回，也找无机会。我知影爸甲大娘住伫迄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啥啥着爱温存。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。嘿妈，啊你看啥？无啦，我咧看一寡出版社新出的书啦。哦，迄毋是囡仔册，你遮大汉啊，啊不咧看囡仔册哦？毋是啦，我爱先了解一下我产品的内容，毋则我就向人推销。啊，推销这工课真足歹做诶。无人甲我讲哦，恁出版社的经理哦对你足歹啊。啊，啊，叶姐哦。要是做不好，恐嘛应该啦。搁再讲啦，有压力唔才有成长。其实咧无啥，你莫听文人胡编讲。妈，这啦。你莫是怪要骗妈妈啦，啊文人敢是迄款胡编讲话啦。母仔囝也无欠钱啦，迄款头路归去莫做啦。妈妈哦，唔甘看你做甲遐尔委屈。妈，免替我烦恼遮尔济啦。万事起头难啊，我若无亲身哦，家己去体验，是免我来这事业内面哦，拼一个出头天。啊，你若要开创新的事业哦，妈妈才阁有一寡钱，妈妈会用赞助你啊。啊，看你哦，想要开册店啊，还是家己哦开出版社拢会用的啊。无需要做甲遐尼委屈啦。妈，啊你毋是甲我讲过啊？你讲爸当当年吼是白手起家啊，今日我都做甲海邦遮尼大个事业。搁再讲啦，即卖我的基础比较早的爸搁较好，我想要靠我家己的能力吼，拼出一番的事业。好啦，随在你啦。哎，阿姨塔山吼是恁爸爸的啦，我洗好啊，你帮我摕回去。哦，好啊。哎，无啦妈。啊！恁阿伯家己跳伊啊！我话我已经甲你讲啊清清楚楚啊，你搁走来遮是要创啥物？阿雄，我已经知影我唔对啊啦，你原谅我，甲我转去好无？即摆我拜托你哦，结婚啊真无简单，才肯互我留落来。啊！你莫在即个时阵哦，插入来乱乱唔好啦。你互我甲结婚啊，会当过着平静快乐的生活好唔？
你就敢若想要甲秀芬姐过平常的生活，那呢我呢？你帮我家己，是要安怎生活？你这样自私。我自私？今仔日咱三个母家呢，这是你手造成的呢。你无怪你家己，你搁怪别人。好啦，拢怪我唔好啦。阿雄，我答应你，何文公搁倒来海邦。你要何文公倒倒来？啊，你若问看文公要倒倒来？既然是文公家己无愿意倒来，那安尼你就免你怪我哦。桂莲，无你即摆想要安怎样？并不是因为我怪你，才要搬来小区那遮大，啊，无要等于你病。桂莲，你较清醒好唔好？我唔是因为讲甲你受气，才要搬来甲小区那大头的。我是因为要带恁两个中间来选择，我要选择小芬啊，我要甲伊斗阵，安尼你听有无啦？啊，咱甲小芬姐啊，三个人的生活，都是我甲伊一人一家。你随时嘛用你去小芬姐阿遐，你嘛拢伫我遮看，哪会着爱做啥物选择？我都安怎讲，你才听有？咱已经无法度吼三个人阁过以前的生活啦。我后半世人有结婚啊，都无你；有你都无结婚啊。安尼听有无？你的意思是讲，结婚姐啊已经唔肯过着较早咱三个人的生活。对哦，所以讲我今仔日选择结婚啊，唔是你。安尼听了有清楚无啦？我无逼伊做啥物选择，嘛无逼伊留落，你即摆就应出来走。吼，佫结个这尔可怜哦，转来这间旧厝住，无怪阿雄会想要留伫遮陪你啦。林桂兰，讲话佫客气，是啥物叫可怜啊？王文哥。你今嘛叫我啥？好歹我嘛是你二娘呢。你好名化势，是你甲我叫安怎的？我并无承认讲你是我的女儿，而且头拄仔我妈已经讲足清楚啊。你随时应该带走啦，我母仔囝袂意见。你上好莫阁来遮哦，安尼糟蹋我妈。啥物叫做极可怜？哼，伊本来就伫极可怜啦。伊若真正要离开你爸爸，就应该走较远的，莫互人找有。啊？转来旧厝住。就是要等你爸爸该接转去，而且吼，我搁知影，你利用回阮哦来甲你爸爸联络，逼你爸爸离开我。这个布庄本来就是阮家啦，敢讲我家搬转来住，要经过你的同意。而且我唔是一个复杂的人，我袂遮尔有心机做遮尔垃圾的代志，我袂利用回阮啦。你即马算是亲门大户，脚踏阮的地。头地阮的天，你上好莫去讲遐哦。啊，我万幸个话来鼓励阮妈妈。啊，若无袂忍受，我真正对你无客气，怪会怎？阿雄，你听看卖，你听看卖啦，这都是你心肝囝啦，你听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若是有心哦，唔是讲到即马才想要来挽回啦，也也唔是这款的态度啦。我选择结婚啦。要甲伊过后半世人，就是决定要放弃你，安尼你听好无？听有清楚无？经营大水，爸甲大娘嘛看袂着。若要求大娘转来哦，
你得爱搁较辛苦呢。我都已经这尔落难了，是要爱我搁安怎？加走几撮，无得靠爸甲大娘哦，第一感觉到你的真心。其实大娘啊，伊的心肝上软。其实大娘哦，是一个上好讲话的人。你敢会了解我的痛苦？你袂了解，所以你讲我这尔轻松。我哪会袂了解？其实我嘛捌有过用目屎洗面的日子，只是你唔知影尔。是当时啦，无啦。你搁在甲阿成认者，阿母冤家哦，都爱赶紧好好。伫遐经是经生，经到最后，都亲像妈妈即马安尼。我是上好的咧，你千万唔通学。俩阵真可恶，红纱爱家己，结果。一去不回头，到时要哭无目屎。阿妈无感情，若出现问题，都爱赶紧想保护。妈妈都是想靠谁，才会袂受伤。细坑无补，大坑都艰苦啊。这话哦。你对镜讲，我家己听。你爱的人若不是阮，谁舍得爱阮寸？深深思念你，我对你情绵绵，不知是苦也是。真正，啊！你即卖是咧拼啥？啊，拄则食饱无休困，啊，你就随咧咧做工课。无法度啦，得要过年啊，遮个物件吼，爱紧赶互人。来，休咧休，先食水果来。啊，你正经毋是讲这是兴趣的？啊，看你都无成兴趣啊，敢咧拼命咧啊？啊，着阮同学工作室在赶石头啊，哪有紧啦？啊，你吼，自两工前就一直念念念，念到即卖还搁在念。我唔是爱念啦，我是咧烦恼你的目睭啦。啊，对啦，妈，啊，今仔日文忠伊妈妈来找你创啥？宝玉，桂莲来厝了，来讲亲阿婶啦。吼，爸，你嘛较拜托诶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文忠伊妈妈都想找我，哪有可能来提亲啊？哦，啊，不会来创啥诶啊？啊，毋是为着阿勇诶代志。啊！你伫公司上班，啊！你上哪顿拢无甲我讲啊？迄人的家内事啊，咱无方便通问啦。啊，即卖往到真正如苍苍的，我是咧烦恼千千甲文忠哦，两个人的代志哦，遥遥无期。爸，我都讲过啊，我无着急要结婚。啊，你上哪都这么关心文忠要娶我唔娶我？啊，话明啊，你讲啊，啊，恁两个来往遐尼久啊。啊，定来冤来冤去，人工你若搁无拄好哦，搁发脾气，哎，啊，文忠讲哦，要甲你分开，啊，这么好的查甫人哦，叫走去哦，怕算啦。哎，爸，啊，你为着文忠，安尼批评家己的查某囝，敢那我一定要叫王文忠同款。莫多爱提起啦，我看会出来你咧介意文忠啦，啊，死鸭硬嘴皮，哎，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我哪会看袂出来啦？是啊。伊哦，迄若甲文忠咧冤家的时阵哦，吼，迄半碗饭拢白袂落啦。阿姐嘛，好啊哈，哦，爸妈，啊，恁两个今日讲好势要斗阵来点歪，唔是甲你点啦，我是咧讲哦，恁两个交往遐尼久啊啦，哎，当当时哦，我伫爱勇甲桂莲面头前吼，啊，表示我的决心。我讲我要好好做人，嘛是为了恁两个少年的呢，嘛为了王家的面子，我唔才剁镜头啊。
即马哦，啊结婚哦，拢无看影，我们镜头嘛白倒的。爸，啊你是安奈为着我，遐尔大的决心？我，因为爸爸爱你啊，你是我的姑查某囝，参上文中这么好的竞赛啊，莫讲夺一支镜头，搁夺一支我嘛甘愿。阿母你是咧讲啥？啊你将夺镜头咧当作佚佗的哦，无正经啊你！真正啊，这姻缘哦是真奥妙的，缘分啊到吼，待好我爸，就参像你甲恁老母啦，接受我倒转来，我即马拢好好啊珍惜，知影无？嗯。你落背哦，啥物闹钟甲准十二点？创啥？啊，你三更半暝是要搁出去倒？无啦，我要起来看伊有咧做工课啊，因若搁继续咧做工课哦，物件要甲摕咧单调啦。我会较早休困诶，爸，你先去困啦。哦，乖嘿，啊，较早休困哦，哦，安尼较光啦。嗯。工地有土工检料，那呢，阮就应从主导权摕落来。我伫分店面头前，我较徛现在。是啊，你讲海邦迄个胡妈也来这工地？是啊，伊手顶阁是两几块呢。这个阿雄变什么吧？恁几个哦，过来看卖。开始讲来，搁你阿嫌呢，纯做阿见过。叫伊甲大提转来，你再叫伊走。是。